应该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说，如果真正的量子计算机做出来的话，它的意义确实不亚于，比如说人类第一个飞机或者登上月球。所以，如果量子计算一下子能够带来从11年到100秒的突破的话，我相信也会给 AI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浩，我研究的学科方向其实是属于物理学里边的凝聚态物理学。什么是凝聚态呢？凝聚态就是大家知道固体、液体是吧？所有这些分子它们凝聚到一块的东西。然后我做的是凝聚态里面的实验，具体在这个凝聚态方向里面更小的一个方向，如果说专业点就叫做介观物理，就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物理。然后，因为我是做实验的，然后我们是做，比如说微纳米级的器件加工和数据测量，所以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应用，所要用到的技术，其实和现在的比如说芯片，做芯片的技术其实是高度重合的。因为我们研究量子科学，所以我们想做的是下一代的量子芯片，就是所谓的量子计算机。大家可能听太多量子计算这个词儿了，量子计算到底比经典计算机强在什么地方？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算得快，有多快？快到。就是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因数分解，比如说我告诉你一个数，问你它等于哪两个数的乘积，你要告诉我，比如说15等于3乘以5，是吧？这也很容易算。但是呢，我如果告诉你更大的数呢，你怎么去算？等两个数乘积，这个其实我们经典计算机没有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。我们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猜，就是不停的试。我们从最小的数开始，二、三、五、七，是吧？然后试它能不能被这个数整除，试不行的话再试下一个，试下一个，这样其实算的速度非常非常慢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一个有1024比特长度的一个整数，我扔给你，然后问你说它等于哪两个数的乘积？最快的经典计算机去算这个问题，它大概要花11年的时间，宇宙长的时间才能解决。然后量子计算机呢，如果能做出来的话，用量子的算法去算这个问题，100秒。就是说，我们算有多快，从11年的尺度缩到100秒的尺度，那11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能算，就是称为不可算的问题，然后基本上现在量子计算就可以算了，所以大概就带来这么样的一个突破。你可以说我不关心因数分解，为什么我要关心因数分解？它有什么用？但是其实因数分解用处非常非常大。举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说的保密是吧？银行就是那个或者军队的保密系统，它就是依赖于因数分解。比如说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数。但是呢，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，他其他人有可能截获这个数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比如说，我想告诉你 A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提前商议好一个数，比如说 B，然后我想告诉你 A 的时候，我不告诉你 A，我告诉你 A 乘以 B 它的乘积，我甚至可以把这个乘积向全世界宣布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乘积是多少。但是因为它太大了，你要想用经典计算机算的话，你要花11年，不可能算。但是因为呢，我们提前商量好这个数 B，只有我和你知道。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它乘积以后，你立刻用这个乘积去除以我们提前商量好的这个 B，就可以得到 A，所以这样的话它的保密系统就会那个非常好。这是量子计算机给我们保密系统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。以前11年不可算的问题，我们现在100秒就能算出来。这也是之前就是说的，如果量子计算机做出来的话，我们的经典计算机的保密系统全都要更换，就是它很容易破解那个经典计算机的那个密码。应该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说，如果真正的量子计算机做出来的话，它的意义确实不亚于，比如说人类第一个飞机或者登上月球，因为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，我们从11年的时间变到100秒的时间，这种尺度是无法想象。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能够给我们那个密码系统、银行系统带来变化，是吧？但是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应用，比如说能够帮助人类研发新药。像我们量子计算机，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现在计算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快了，但是呢。其实我想告诉大家，在各行各业，我们的现在计算机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。比如说，我们做物理研究，很多问题我们都需要用近似去做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做的这些近似的假设是不是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无法精确的去计，不精确去计算的话，需要的计算量太大了。所以这时候，如果量子计算能帮忙的话，比如说，如果能帮我们预言一两种新的药物能够有效的治疗癌症，我觉得光这一项应用就足以彻底变革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。所以就是从另一个角度，为什么量子计算机做得快，就是因为薛定谔的猫，就是说它可以同时去做，
两件事情。像我们经典计算机是怎么做一个计算？我们把一个任务拆分成很多小任务，然后我先算一个任务，算完以后算第二个，就是一个一个的计算。量子计算机呢，你可以产生一个叠加态，你把这些同时计算过去。这是一个形象的理解，就是说为什么量子计算机做得快，就是因为薛定谔的猫的叠加态，还有量子纠缠这些概念。量子 AI 就是这个一个交叉的学科。关于人工智能，当然我也有过一些了解，但是仅限于科普层面或者可能读几篇文章而已，所以那个并不是我的舒适区，就是说我对 AI 了解不是很多。但是呢，大概我能想象出来，就是说量子计算它算得快，因为 AI 对算力也是有非常大的需求，也许能够帮助 AI 形成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应。所以如果量子计算一下子能够带来从11年到100秒的突破的话，我相信也会给 AI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觉得是这样，现在我们说这个地位这个词还有点早，因为现在还是属于拓扑量计算真正严肃的发展，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，就它现在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，还没有形成所谓的代差，就是说我们和国外是吧，已经形成技术代差了，我们追赶不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个就是起步阶段，而我也是刚刚从国外就是做这个方面做的最好的一个实验室，回国刚1年，所以我实验室还在搭建过程中，就是说你如果光看产出的话，我们是零，但是呢，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，然后也没有代差，我相信经过几年的追赶，我们争取能够追赶到国际一流的水平。我也希望努力在国内能够，就是至少在我的科研团队里面营造出这种自由的气氛。比如说，国内的学生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学生，那个更多倾向于老师说什么或者导师说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是吧？在国外不是这样，在国外就是可以和导师就是非常平等的，我们没有那个层级就是 hierarchy 这个层级的系统，就像在国外的话，学生和导师之间完全可以就是辩论，在外人听起来像吵架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完全不会影响个人的感情，就是我们纯粹就是为了就是科学，我们在辩论，就是如果你是我导师的话，我指你说你错了，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，但是在这样的话，在国内的话是比较少见的。我希望能够创造出这种，我甚至希望能够学生指出我是错的，就是勇于挑战我。希望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，我觉得这是国内和国外最大的区别，因为只有在这样氛围下，才能激发出大家的创造力。如果所有的学生都只听我一个人的话，我自己的创造力是有限的。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，而不是只是服从，只是听我的就是安排。